Make more tim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关注二点音乐。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在闲暇时都会选择和朋友去 KTV 放松下，明星呢也如此，在私底下呢也和我们差不多疯狂。本期就为大家分享一下明星在 KTV 唱歌。你看了没有痕迹，然后我崩溃了，放纵哭泣，恨你恨你。每当我想起曾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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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伙伴们注意了，下次去 KTV 的时候听到隔壁一直在放原唱的，记得马上凑过去看一看，说不定就有意外的惊喜哦。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看明星 KTV 唱歌现场吧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想要加一层我的思念随你到远。